苏打绿应夏天专辑巡回第七站来到了台北中山堂，先前合作过的德国指挥家推掉工作也要飞来助阵，领军台北交响乐让苏打绿东未了几乎完整重现。千名观众的小场地开唱，规模却完全不马虎，苏打绿诚意十足。而唱完这系列的28场演唱会后，他们也将休团3年，让歌迷相当不舍。以后听不到怎么办？